哇，真的有好多留言呐、啊！多大？很多，很多，很多，很多。안녕하세요와이파이가끊겼어왜와이파이가끊겼어와이파이진짜요이거보여줘야되는데아여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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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要让大家看一下花好好好好네우와어근데이거생방송인데이렇게코를긁고있었는데我忘了这是直播我刚刚还挖了一下鼻子여러분안녕하세요你们好吗여기는这是这里是广州明天深圳明天深圳중국어를더조심해야되는데看来我还要再努力的学习中文了我很努力지금이제공연30분전인데요이제광저우팬미팅의팬분들입장하고계시죠그쵸现在离演出呢差不多还剩了30分钟的时间那现在呢就是跟踪入场的时间吧应该是그래서오늘또어떤시간을보낼수있을지기대가되는데요今天将会有什么样愉快的时间在等着我呢我很期待哦네지금도이제준비하고저기다리고있습니다现在大家都在准备中我也正在准备然后在等待아그리고전주부터계속전주부터가죠국경에서부터시작할때부터팬분들이선물을좀보내주시되소개해드릴게요아从我们北京港第一场开始呢粉丝们都送了我很多的礼物那我现在让你们看一下你们的礼物이렇게이렇게계속이렇게잠깐만요이거를돌려서여기있다이거보세요你们看吧이렇게쫙所以一整排都是이렇게많이送了我这么多的花篮百度어바이두에서이렇게百度宋仲基贴吧어이렇게선물보내주셨는데진짜감짠듯이제그리고계속과도보내주시고还送我很多饼干마실것도보내주시고也有饮料진짜진짜감사합니다真的非常谢谢너무너무감사합니다잘먹을게요谢谢我会好好吃的오늘얘기들으니까지금팬미팅시작한이후로가장큰공연장이돼요我听说这是我们见面会开始以来呀今天的会场场馆是最大的一个场馆저도이렇게큰공연장에서혼자 해본적이없어서我之前都没有在这么大的一个场地办过这样的活动그래서좀살짝떨리긴하는데所以有些小小紧张네很紧张아는단어终于出现我知道的单词紧张조금만기다리시면좋은시간보낼수있을것같습니다你们再稍微等待一会儿的话呢等一下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时间哦오늘도이집보로생중계되죠今天也是有一波的直播吗네오늘이집보에서생중계공연되니까요많이기다려주시고기대해주십시오今天也是一直播的直播所以请你们多多的期待、네、아우리통익퀴즈수환님에게박수한번 여러분조금더뵙겠습니다各位我们待会儿见 See you soon Bye 拜拜谢谢